佛说无量寿经共修佛事开始，大众请合掌对面站，至诚恭迎法师。问讯，拜，请起，再拜，请起。三拜，请起，问讯，
坐下。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无量寿经卷上，如闻如是义是佛诸王舍城即舍觉山中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大其名曰准者了本机，准者真愿，准者真语，准者大号，准者人贤，准者离垢，准者明文，准者善事，准者居住，准者牛王，准者有漏品多迦舍，准者切耶迦舍，准者那提迦舍，准者摩诃迦舍，准者舍利弗，准者大目犍连，准者揭宾那，准者大住，准者大禁止，准者摩诃周那，准者满愿支，准者离障，准者六观，准者见佛，准者眠妄，准者一生，准者人心，准者迦勒，准者三奈，准者罗云，准者阿难，皆如是等上首者也。有一大圣众菩萨具不现菩萨妙德菩萨，此时菩萨等持现切中一切菩萨，有现护等十六真实三十一菩萨，行慧菩萨，空无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慧上菩萨，智庄菩萨，吉根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种诸菩萨，智心菩萨，解脱菩萨，皆尊不现大势至德具足菩萨，无量心愿安住一切功德之法，有不十方行全方便如佛法藏，究竟彼岸于无量世界现成等觉足，都率天宏宣真
胎中有心神仙心起不光明显耀普照十方无量佛土流众震动俱身自称无当于是为无上尊十方奉持天灯归阳世仙传记文艺舍于佛中道书观念群集由于后院将无事心显出空中舍为之间见到病是无事非常寂寞才为庐山学道浮沉白马宝观音多前之灵幻舍真妙意而作法菩提出虚法端坐树下辛苦流年心如所以显无错差随顺群身时有成垢沐浴净流天安树枝得攀出之灵清一中王一道长吉祥感真表彰工作还说是朝佛佛祖下家将合作本大光明是魔之之魔帅坤属而来必是之一之理解理想福德微妙法真最正确十番齐全请转法论以佛有不破红而破口法鼓吹法落之法前见法创真法雷耀法天书法语言法师长一法音觉诸世间光明普照无量佛土一切世界流众震动众色魔界动魔宫殿众魔者不魔不归佛国列邪妄消灭诸见三诸真道坏诸欲千言无法成开禅法门心作垢无显明清白光荣佛法宣流真化如果分为火诸风三诸功德是福田欲宣法显心相一诸法要救了三故显现道义无量功德受菩萨集成等成觉世显灭度真迹无迹小诸诸漏之中的本具诸功德微妙难量有诸佛国普贤道教其所修行清净无悔比如幻世间中一向为男为女无所不变本学明了在一所为此诸菩萨亦复如是学一切法观中律界所作安地弥不干化无数佛度解析不信为成慢自明上众生如是之法一切具足菩萨经典久常要妙明称不知道于十方无量诸佛显功无边佛说住者皆已得住大圣所立而皆已立如来道法可能宣布为诸菩萨而作大事以深深忏悔开导众生同诸法心大众生相明了诸佛供养诸佛化现其身犹如电光闪学无畏之王小了万花之花怀烈魔王借助禅佛超越声闻缘觉之地得空无相无缘三昧三力方便现世三生于此中下而现灭度一无所作一无所有不起不灭的平等法具足成就无量种子百千三昧诸根智慧光不寂寂身若菩萨法藏得佛化言三昧宣扬演说一切经典诸圣地门悉度现在无量诸佛一念之间无不走遍及诸俱难诸现不现分别现是真实自己的诸如来辩才知之如中言应开化一切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诸度是知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
是由何故群身为之中断，手持如来神圣法藏护佛中心，常时不觉心大悲悯众生，见此便受法眼度散去，开山门一不亲之法是诸利数，犹如小慈爱亲父母，以诸众生视之若己，一切善本皆度彼岸，悉我诸佛无量功德智慧深明不可思议，如是智等菩萨大士不可称计，一时来回二十世尊诸根源于此舍清净光严为为尊者阿难成佛身之己中浊其边贪有见常归合掌而拜佛言，今日世尊诸根源于此舍清净光严为为如明清净明常表里为荣显耀超绝无量微尘占度数妙，如今为然大圣我心念言，今日世尊诸其得法，今日师兄诸佛所住，今日是言诸道师心，今日是因诸罪生道，今日天尊心如来的俱来现在佛佛相念的无尽佛念诸佛也，何故为身光光难而于是世尊告阿难曰，因何阿难诸天教如来问佛也，自以会见闻为言，佛阿难拜佛无有诸天来教我者，自以所见闻思议而佛言，善哉阿难所闻神快法身智慧真妙辩才明辨众生闻思会议，如来以无尽大悲情在三界所以出行，于是观参道教一真机具蒙会一真实之力无量，一切难知难见有灵瑞花时时乃出尽所闻者多说饶以开化一切诸天人民，阿难当知如来真觉其知难量多说道语未见无碍无能而觉，以一禅之力能助寿命一百千劫无数无量，不过于知诸根源于不以为顺自舍不变妄言无益，所以这何如来定位久常无极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阿难谛听经为如说对曰，为然愿要欲闻佛告阿难，乃往过去就愿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定光如来心出于是教化度脱无量众生皆令得道，乃去灭度持有如来明月光，愿持明月光持明赞叹相持明三三王持明须弥天观持明须弥灯耀持明月舍持明正念持明离垢持明无浊持明龙天持明夜光持明安明定持明不动地持明琉璃妙法持明琉璃金舍持明金藏持明眼光持明眼根持明地中持明月相持明日阴持明解脱花持明庄严光明持明海觉神通持明水光持明大象持明离尘垢持明舍眼力持明宝眼持明妙定持明用力持明功德智慧持明蔽日月光持明日月琉璃光持明无上琉璃光持明无上寿持明菩提光持明圆明持明日光持明花舌光持明水月光持明主持明持明度盖
爱心，慈悯精心，慈悯善恕，慈悯为圣，慈悯发挥，慈悯软硬，慈悯是慈音，慈悯容音，慈悯处事如此，诸佛皆悉以过而是自由，佛名是自在王，如来应供正遍觉，明心住三世世间皆无上师，调御丈夫天人是佛世尊，是有国王闻佛说法心欢悦，欲寻法无上正正道义，齐国君王心作沙门皓月，法藏造财勇者于是超意，亦是自在王，如来说其说佛祖有老山扎藏归合掌，一声转月光眼微微微声无记，如是眼蔽无语等着日月摩尼珠光眼耀间隙隐蔽有力巨魔，如来容颜超世我论，真觉大音响六十方，皆闻精进三昧智慧为德无虑，诸神稀有神地三念诸佛法海穷深净傲究极亚地无明欲怒，世尊永无人凶，是自身得无量功勋，广大智慧神妙光明威相震动大千，愿我作佛其身法王，国度生死密不解脱，不是调一切人精进，如是三昧智慧为上无事的佛，普心自愿一切恐惧为作大汉，家里有佛百千亿万无量大神殊如恒沙，供养一切是等诸佛不如求道见证不去，譬如恒沙诸佛世界无不可及，无数刹土光明悉照遍此诸国，如是精进为圣难量，令我作佛国土第一，其中奇妙道场超绝，国度涅槃而无等双，我当明爱度脱一切十方，来生心悦清净，一到我国快乐安稳，信佛心明是我真正发愿，以彼离尽所欲十方世尊智慧无碍藏林之尊，自我心心加林深知诸孤独中，我心静静中中不会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一二拜佛言，唯然世尊我法无上正觉，此心愿佛为我光宣，今发我当修修行舍去佛国，精进庄严无量妙土，令我于是殊胜正觉，拔诸生死禁锢之本。佛告阿难，世世自在王，佛于法藏比丘如所修行庄严佛土，如此当知比丘拜佛，此以弘身非我境界，唯愿世尊广为敷衍，诸佛如来净土之境。我闻此意当如所修行成满所愿，而是世自在王，佛自己高明志愿神光即为法藏比丘而说经言，迷如大海一人斗量尽力结束上课穷地得其妙报，人有知心精进求道不知会当个过何愿不得，于是世自在王佛即为广说二百一十一诸佛刹土天人之善恶国土之诸妙，定其心愿悉现于知识比比丘闻佛说说眼睛国土皆悉度见，其法无上殊胜之愿，其心极尽之无所着，一切世间无能及者具足，无皆是为舍去庄严佛国清净之心，阿难拜佛，彼佛国土受量集合，佛言其佛寿命是十二劫，十八藏比丘舍去二百一十一诸佛妙土清净之心，如是修已，彼彼佛说其手礼主饶佛三匝合掌，诸白佛言
世尊，我以摄取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告比丘，如今可说一知是十方企业，可一切大众菩萨闻意修行此法，愿至满足无量大愿，比丘拜佛为垂听，察如我所愿，当具所知，舍我得佛国，有地狱恶鬼畜生者，不具真觉，舍我得佛国中天人手中之后，福根善恶道者，不具真觉，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惜真金舍者，不具真觉，舍我得佛国中天人心舍不动有好丑者，不具真觉，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是庶民瑕疵之百千亿那由他诸皆是者，不具真觉，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天眼瑕疵千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具真觉，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天耳瑕疵问百千亿那由他诸佛所说不惜受持者，不具真觉，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见他心之瑕疵之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中众生心念者，不具真觉，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生诸于一念起瑕疵不能超过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具真觉，舍我得佛国中天人若起想念贪嗔生者，不具真觉，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住定居彼此灭度者，不具真觉，舍我得佛光明有能现量瑕疵不照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具真觉，舍我得佛说明有能现量瑕疵之百千亿那由他解者，不具真觉，舍我得佛国众生闻有能其量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空寂交之其数者，不具真觉，舍我得佛国中天人说明无能限量诸其本愿修断自在，若不恶者，不具真觉，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乃至闻有不善明者，不具真觉，舍我得佛十方世界无量诸佛不惜自皆成我命者，不具真觉，舍我得佛十方众生是心心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年若不生者，不具真觉，为出污泥毁谤正法，舍我得佛十方众生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自心发愿欲生我国，临受众世迦利不以大众围绕现其人前者，不具真觉，舍我得佛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之中的本质心为想欲生我国，不过随着不具真觉，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惜尘满善事而大人相者，不具真觉，舍我得佛大邦国土诸菩萨众来生我国，究竟彼之一生不出诸其本愿自在说话为众生故，彼弘誓开其累德本度多一切有诸佛国修菩萨行供养十方诸佛如来开化恒沙无量众生实力无上真正之道超出常论诸地之心现前修习普贤之德若不恶则不具真觉舍我得佛国众菩萨成佛圣力供养诸佛一时之其不能编织无量无数以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具真觉舍我得佛国众菩萨在诸佛前显其德本诸所求欲供养之具若不如意则不具真觉舍我得佛国众菩萨不能
言说一切智者不取正觉舍我的佛国众菩萨婆舍金刚那罗延伸者不取正觉舍我的佛国众天人一切万物眼睛广力心舍说的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乃至待得天眼有能明了遍其明数者不取正觉舍我的佛国众菩萨乃至少功德者不能知见其道常数无量光舍耗四百万里者不具正觉舍我的佛国众菩萨若受诸经法诵诵此说而不得辩再是为者不具正觉舍我的佛国众菩萨是为辩再若可限量者不具正觉舍我的佛国度亲近解析照见十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有如明镜度其面相若不合则不取正觉舍我的佛子第一上至于虚空宫殿楼观此六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杂宝百千种相而共合成言是奇妙超出天人吉祥不逊十方世界菩萨闻者皆修佛心若不恶者不取正觉舍我的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蒙我光明出其定者身心柔软超过天人若不恶者不取正觉舍我的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闻我名字不得菩萨无生法忍诸生众持者不具正觉舍我的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即有你人闻我名字欢喜心要发菩提心厌恶女身受众之后不为女相者不具正觉舍我的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受众之后常修欢喜直成佛道若不恶者不具正觉舍我的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天人民闻我名字五体投地起受着力欢喜心要修菩萨心诸天世人莫不知今若不恶者不具正觉舍我的佛国中天人欲得一佛水念即知如佛所赞因发妙佛自然在身若有财丰然至万浊则不具正觉舍我的佛国中天人所受快乐不如漏尽比丘则不具正觉舍我的佛国中菩萨随意遇见十方无量眼睛佛土应是如愿于宝树中皆悉照见犹如明镜度其面相若不恶则不取正觉舍我的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至于得佛诸根却若不具足则不取正觉舍我的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皆悉待得清净解脱三昧诸事三昧依法一切供养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尊而不是定义而不恶者不具正觉舍我的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受众之后身尊归家若不恶者不具正觉舍我的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欢喜永远修菩萨心具足得本若不恶者不具正觉舍我的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皆悉待得不得三昧诸事三昧至于成佛常见无量不可思议一切诸佛若不恶者不具正觉舍我的佛国众菩萨随即志愿说于闻法自然得闻若不恶者不具
去成觉舍我的佛塔王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不记得知不退转者不去成觉舍我的佛塔王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不记得知第一第二第三法忍与诸佛法不能记得不退转者不去成觉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所赐愿意以及颂曰我见从十愿并持无上道十愿不满足是不成观觉我以无量劫不为大师诸菩提诸贫苦是不成等觉我自成佛道名声常十方究极密不闻是不成等觉离离生正念尽归修欢心只求无上尊为诸天真实神力眼大光普照无极度消除三垢迷明集中恶难开辟智慧湮灭四魂蒙安辟摄诸恶道同道善趣满工作成满足为要让十方日月集中为天光应不现为中开法藏光是功德宝藏于大种种说法时之后供养一切佛居住中的本愿为悉成满德为善解雄如佛无碍智同大密不造愿我功德力增次最深尊誓愿若克过大千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于真妙化佛以阿难法藏比丘所赐颂以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于妙化以善其善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以是法藏比丘居住修满如是大愿成地不虚超出世间神要寂灭阿难法藏比丘以及我所诸天魔凡龙神八部大众之中法师弘誓坚持愿意以相传之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国光大超生度妙建立长然无衰无边与不可思议照在永劫即是菩萨无量德行不生一觉成觉还觉不去一相成相还相不作色身相为出发能力成就不计装苦少一知足无染慧持三昧常寂智慧无爱无忧虚伪善趣之心和言爱与现意成文勇猛清净之愿无倦专求清白之法以慧力群生恭敬三宝弘誓持仗以大庄严居住中心令诸众生功德成就诸空无相无缘之法无作无起观法如华愿力出言之海海彼彼此聚海修习善于自利利人彼我见利其国卷挖掘去财色自行流波罗蜜教人灵性无恙疏解其功累德随其身住在一所于无量宝藏自然法音教化安利无数众生主义无上真正知道我为长者居士好心尊贵我为刹利国君转尊圣地我为六欲天主乃至梵王常以时时供养恭敬一切诸佛如是功德不可成说口其相接如有波罗化身诸毛孔处赞叹相其相普行无量世界龙色短真相好处妙其手常住无尽之宝以佛饮食真妙化相真盖庄幻庄严之举如是等是超出人天与一切法而得自在阿难白佛法藏菩萨为一成佛而去灭度为未成佛为今现在佛告阿难法藏菩萨今已成佛现在西方居持十万亿刹其佛世界名曰安乐阿难又问其佛成道以来为今即是佛言成佛以来万历世界其
西佛国土自然七宝金银琉璃山火五婆车居玛那合掌为地为阔旷荡不可现即吉祥杂车转向见度光和欲所微妙犀利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众宝众经七宝犹如第六天宝有其国土无须弥山及金刚为一切诸三一无大海小海悉具金箍佛身尼姑与坚贞亦无地狱恶鬼畜生诸难之躯亦无此时春秋仲夏不寒不热长河调适而是阿难拜佛言世尊罗比国土无须弥山即是天王即道立天一和二诸佛与阿难第三言天乃至色究竟天皆一和诸阿难拜佛行业果报不可思议佛与阿难行业果报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及诸众生功德善地诸行业之地故能而好阿难拜佛我不以此法当为将来众生以出其疑惑故问是以佛告阿难无量寿佛为神光明最尊第一诸佛光明说不能及我有佛光照白佛世界我见佛世界具耀眼之乃照东方恒沙佛在南西北方是为上下一佛如是我有佛光照于其次我亦有熏而上师我有熏如是转背乃至照一佛才是故无量寿佛号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对光佛眼望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难思光佛无尘光佛超日月光佛其有众生于是光这三垢消灭生意柔软欢喜踊跃三心神焰多在三途其故之处见之光明皆得休息无复苦恼受众之祸解梦解脱无量寿佛光明显赫照耀十方诸佛国土莫不闻之不但我今称其光明一切诸佛声闻缘觉诸菩萨众贤恭叹于以佛如是若有众生闻其光明为神功德日夜陈说自心不断随遇所愿得生其果为诸菩萨声闻大众说过叹于成其功德自己然后得佛道是不为十方诸佛菩萨叹其光明一如今夜佛言我说无量寿佛光明为神为为数妙昼夜一切尚不能及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如你知佛假使十方世界无量众生皆得人生皆令成就声闻缘觉都共即为禅师一心皆其之力于百千万劫悉功推算及其寿命长远皆说不能穷尽知其现其声闻菩萨天人之众寿命长短以佛如是为算数譬喻所能知也有声闻菩萨其粗难量不可称说甚至东大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佛与阿难比佛诸位声闻众数不可称及菩萨依然能如大目犍连百千万亿无量无数与阿僧祇那由他劫乃至灭度悉空计较不能救了多少之数譬如大海深广无量假使有人习其一毛以为百千亿一分毛占去一地一亿云何其所地则与彼大海何所谓作阿难拜佛彼所地水比喻大海多少质量非巧力算数言之彼类所能知也佛与阿难如目莲灯一百千万亿那由他皆及彼诸为声闻菩萨所知数则犹如一地其所
其国土其宝处处充满世界金属银属琉璃属玻璃属珊瑚属玛瑙属砗磲属火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钻工和成火有金属银液化过火有银属金液化过火有玻璃属玻璃为液化过易燃火水金属琉璃为液化过易燃火珊瑚属玛瑙为液化过易燃火玛瑙属琉璃为液化过易燃火砗磲属中宝为液化过易燃火有宝属紫金为本白银为金琉璃为紫水晶为雕珊瑚为液玛瑙为花砗磲为石火有宝属白银为本琉璃为金水晶为紫珊瑚为雕玛瑙为液砗磲为花紫金为石火有宝属琉璃为本水晶为金珊瑚为紫玛瑙为雕砗磲为液紫金为花白银为石火有宝属水晶为本珊瑚为金玛瑙为紫砗磲为雕紫金为液白银为花琉璃为石火有宝属珊瑚为本玛瑙为金砗磲为紫紫金为雕白银为液琉璃为花水晶为石火有宝属玛瑙为本砗磲为金紫金为紫白银为雕琉璃为液水晶为花珊瑚为石火有宝属砗磲为本紫金为金白银为紫琉璃为雕水晶为液珊瑚为花玛瑙为石行行相知金金相偎紫紫相尊夜夜相相花花相顺时时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世金梦石花出无因身微妙共上自然相合有无量寿佛其道上数高十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有寻子也是不二十万里一切从宝自然合成一月光摩尼之海轮宝中宝之王和庄严之周沙条件水宝音罗百千万色种种一变无量光焰照耀无极真妙宝王罗佛其上一切庄严水音而现微风虚动吹出宝树眼出无量妙法音声普流十方一切佛国其闻音者得生法人足不退转自身佛道不照苦万目睹其色而闻其音彼知其相舍长其味生出其光心以法缘一切皆得生生法人足不退转自身佛道六根清澈无诸恼患阿难若比国天人间此数者得三法人一者音相人二者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直接无量寿佛为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愿故坚固愿故究竟愿故佛告阿难世间帝王有百千音乐自转轮圣王乃至第六天上祭月音声辗转相胜千亿万第六天上万种月音不如无量寿国诸七宝树一种音声千亿倍也亦有自然万种祭月有其月声无非法音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其将堂金色宫殿楼观皆其宝庄严自然化成佛一珍珠明月摩尼中宝一位角落覆盖其上内外左右有诸一尺我是有寻我二十三十乃至百千有寻中光身间皆可以等八功德水沾染阴满紧紧相接为如甘露黄金是这地白银沙白银是这地黄金沙水晶是这地琉璃沙琉璃是这地水晶沙珊瑚是这地琥珀沙琥珀是这地珊瑚沙砗磲是这地玛瑙沙玛瑙是这地砗磲沙白玉是这地紫金沙紫金是这地白玉
菩群天有波罗花波檀摩花及无头花本陀利花杂色光茂密布水上比诸菩萨及声闻众若如宝持一比林水摩诸水及摩诸一林之西及之于西一林之阳水及之阳一林之金水及之金一林观身自然观身一林幻覆随则万佛调和冷暖自然随意感身月地当初心口金明成皆金多无心宝色因者无声不照微然回流转向观诸安相许是不起不起不扬无量自然妙身随其所以莫不问则我问我身我问法身我问身身我即今生空无我身大慈悲身般若蜜身我实力无畏不共法身诸通慧身无所作身不起灭身无生能身乃至甘露观地众妙法身如是等身曾记所问欢喜无量随身清净离欲起灭真实自意随顺三宝力无所谓不共之法随顺通慧菩萨声闻所行之道无有三度苦难之名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其国名为极乐阿难比佛国土诸往生者具足如是清净色身诸妙音声神通功德所住宫殿以佛音是众妙化相庄严之具有第六天自然之物若一时是其宝音其自然在前经音琉璃车去玛瑙山乌湖泊明月珍珠如是众波随意而至百味音是自然音满水有此事是我使者但见色闻香意以为是自然宝座真心柔软无所谓着是以化去实自浮现比佛国土清净安稳微妙快乐此语无为你幻知道起初声闻菩萨天人智慧高明神通通达显通一类心无一转但因顺于方故有天人之名眼貌端正朝世稀有容色微妙悲天悲人皆说自然虚无自身无极之地佛告阿难毗卢世间贫穷其人在地王变形貌中转临可累佛阿难白佛迦林之人在地王变累若丑恶无以为喻百千万亿不可及悲所以然者贫穷其人积极施下亦不必行失去之命饥寒困苦人力殆尽皆作前世不知得本即在不施富有一切但以贪得贪求无厌不行修善反而三嫉妒是手中财宝消散苦身积聚为自有恼以其无意图为他有无善可恶无德可是是故是多恶聚手持长苦罪必得诸生微小见于彼世即是同人类所以世间帝王人中独尊皆有数世纪的所知此为博士仁爱见机旅行修散无所谓真实以手中福音的身善道上升天上享自福乐及善于亲近的为人难舍皇家自然尊贵以用端正中说尽是妙意真善随心福与束缚所追古人之子佛告阿难如愿是月即如帝王谁人中尊尊心色端正彼之传人身王身为毗罗有毗其人在帝王遍夜转轮身王为相数妙天下第一彼之道理天王有不丑恶不得相与万一悲夜加临天地彼第六天王百千一悲不相临夜舍第六天王彼无量寿佛国菩萨声闻光焰龙舍不相及待百千万亿不可及悲佛告阿难无量寿国其诸天人以佛饮食花香印度
千智恶心无量宝王弥布佛土皆依金缕珍珠百千杂宝奇妙真意庄严教示周匝四面随意宝林王舍王牙金鸡眼力自然得风虚极微风起风调和不寒不暑温凉柔软不吃不饥水出若望其中八数演法无量微妙法音六不完中文雅的香气有闻者成道口气自然不起风出其身皆得快乐譬如比丘得灭尽三昧有风吹散花遍满佛土吹色此地而不杂乱柔软观者心相分列处理其上现下自尊随即足以还复如复化用一其地则开裂一次花末清净无疑随其世界风吹散花如是六凡有众宝莲花走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一叶其花光明无量众色金色金光白色白光玄黄竹子黄色赫然巍巍焕然明耀日月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一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一佛声色紫金香好殊特一一诸佛有方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与佛正道佛说无量寿经卷上尼婆尼婆帝求和求和帝陀罗尼帝离合难帝毗帝尼帝摩诃迦帝舍利千帝萨婆诃尼婆尼婆帝求和求和帝陀罗尼帝离合难帝毗尼尼帝摩诃迦帝舍利千帝萨婆诃尼婆尼婆帝求和求和帝陀罗尼帝离合难帝毗尼尼帝摩诃迦帝舍利千帝卷共修圆满。大众向上礼佛以问讯，请合掌对面站，至诚恭送法师。